你听我说。可心动无法安排，我依赖或忘怀。秦医生好。藏什么呢？你的金刀奖。哎，不是你的金刀奖。是你的金刀奖。师姐觉得他对你特别重要，想给你个惊喜，让我们一起抢的。对，师姐怕抢不到，还是我们大家帮忙一起抢呢。而且特别交代，让我精心护理，你看，让我处理跟新的一样。哎，对，我们擦了一上午呢，秦医生，你看是不是跟新的一样？人呢？师姐去宠物店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就刚刚啊，杨总带着狗狗来找师姐，师姐就带着杨总和狗狗一起去宠物店了。哎，对。秦医生慢走。你不觉得你话太多了吗？我实话实说啊。喜香香了，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师姐，牙上哪儿去了？哎，奖杯拆完了啊。奖杯是护理完了。去那边啊。秦医生来找你了。秦医生来了。他怎么？没，他已经去宠物店找你了。宠物店？秦医生刚刚来的时候，我和他说你和杨总带着狗狗去宠物店洗澡了，他就去找你了。对。Hello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。哎，就刚刚啊，杨总带着狗狗来找师姐，师姐就带着杨总和狗狗一起去宠物店了。哎，上次你不是在我工作时遇到一个人吗？他是我前男友。还是有一点拉肚子，临时吃饭吃的不要砸我。哎，你好，苏小姐。啊，没事。进来，请放啊。张医生。哎，秦医生在吗？他刚才收了快递，兴冲冲的就出去了，那手机都落宿舍。怪不得我联系不上他，他说他在找我，但是你知道他会去哪儿吗？他最近老去玻璃屋，要不你去那儿看看。行，谢谢啊。哎。哎呦，这周的值班表排的够满的呀。我们也很忙。我们科室也这么忙吗？对呀。真的是。哎，签个到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苏莹刚来找你了。苏莹来了？你俩没看见啊？她现在去哪儿了？我跟她说你去玻璃屋了呀。双向奔赴，漂亮。你听我说。可心动无法安排，我依赖或忘怀，你走来又惹心事澎湃。怎么不开灯啊？你拍手试一下，拍一下。家居馆同款。怎么在这儿？你什么时候把它买回来的？苏莹，也许
是我嘴太笨了，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跟你表白。我想了很多方式，可是我现在看着你的眼睛，我脑子一片空白。有些情话也说不出来了，我只知道我想见你。每一天都想见你。和你在一起的这些日子里，我总是说谢谢你，但我现在最想说的是，我喜欢你。一天比一天更喜欢你。这个不是情话，是心里话。虽然这个世界给了我很多悲痛，但是我并不害怕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会鼓起勇气。这不是我的。我想把以后的日子过得浪漫一点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哦，对了，啊，还有件事。什么事啊？这个，那情侣衫。对，那天在皮下，其实想给你的是这个。那你那天为什么不给我呀？我想等你答应做我女朋友之后再给你。我现在答应做你女朋友了吗？不答应也来不及了。